李阿丽是静思茶道的老师，他认为幸福不是天经地义，幸福要用心来经营。他希望用一杯热茶来提升家庭爱的温度。从小我就很喜欢茉莉花，它纯净洁白的花瓣，时时呢散发着迷人的清香，总会让我爱不释手。而用茉莉花来泡一杯茉莉蜜茶，中医说呢可以理气开郁，而茉莉蜜茶中在微微的苦涩中却有浓浓的甜蜜滋味，像极了我今天要拜访的这个家庭。今天我要拜访的这个家庭，他们不向命运低头，全家人呢努力地把悲剧演成喜剧，营造出他们一生罕见的幸福。在他们不畏困难的坚持中呢，他们创造的生命许多的惊喜。我们一起去看他们罕见的幸福。巫景辉与周丽玲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他们拥有一对聪明活泼的儿女。无料就在女儿已经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身体开始出现了异常，两年后确诊罹患了弥漫披克症。这是一种罕见疾病，主要是因为新陈代谢出问题，胆固醇堆积而造成神经系统的病变，症状是讲话速度越来越慢。神经系统也会越来越差，神经受损，运动神经也会日益衰退。原本寄望弟弟以诺能捐髓来救姐姐，却在血液检查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以诺和姐姐有着一样的基因突变，这对夫妻俩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一生只有20年到30年之久，是一般人的1/3寿命。那么，身为父母的我们，能给他陪伴他的是怎样的一个人生？目前尼曼皮克症还没有药物可以治疗，但是他们却不曾放弃希望。十多年来，尽管以心以诺的身体如预期般的渐渐衰退，常常遭遇各种艰难的试炼，甚至一次一次地跟死神拔河，但是他们全家人依旧努力把人生的悲剧演成喜剧。走前面，可以先走到前面去，先拜拜。来，恭喜！他们没有被罕病给打倒，也许在别人看来是痛苦万分的遭遇，他们却能勇敢面对，反而走出一条罕见的幸福之路。他们带着孩子四处演讲，介绍罕见疾病，唤起大家对罕病的重视，也分享自己的故事，激励正处于困境的朋友。这条罕病之路尽管难走，他们勇敢走下去后，也创造出许多生命惊喜。巫家罕见的奇迹旅程还在继续着。Hello， 请问是巫拔跟以诺吗？Hello， 我是大爱台的阿丽老师。对。那我知道呢，好以诺都起来的比较早嘛，所以这个是几乎每天都会来的。只要好天气，我们都会来。哦，好天气。这样散步感觉不错吧？嗯。好。
还不错，嗯，真的是幸福的孩子。因为我们在享受一生罕见幸福。是，而且我把好像你常常带着全家人，然后四处去演讲啦，还有分享，就是用你们家很真实的故事给一些生命教育哦，然后鼓励很多很多正在逆境的朋友，好像你一直在创造很多的壮举哦，而且带给孩子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惊喜。就像一诺嘛，今年刚20岁，你就送给他呢独一无二的生日礼物，就是为他呢办了一个感恩音乐会。因为我觉得像这个罕见疾病小朋友可以到20岁很不容易，我们进出了很多次的医院急诊住院加护病房，堆积出来的20岁，所以我们觉得很珍贵。所以就是说在孩子们呢很有限的这个生命的历程里面，你想要丰富，对，所以你不断不断的想要去实现孩子们一步一步的生命的惊喜。因为我知道，哎，爸爸是不是带你去过美国东部，还有去过非洲，还有去过以色列，对，还有去澳洲。澳洲，澳洲有看到袋鼠吗？有。还有你的另外一个梦想，双子星，那是哪里？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。其实这个对于一般家庭来讲就不太容易，所以爸爸，你为什么孩子想去哪里，你一定要完成他们的梦想？其实我们这种家庭哦，你要不断的在生活当中建立出短期目标、中期目标、长期目标。一般正常家庭的时候，以后我老一点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跟家里人一起去享受什么。我现在是先把未来拿过来，现在跟小孩子一起去享受享受这样子。所以说因为我们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，那我现在先跟他们一起去享用。未来就明年陪姐姐去英国啊，这个短期的留学这样子。所以陪姐姐去是你们一家四口去？对。哇，在这样一条路真的是不好走，不好走。那么平常你们如何呢能够去营造这个家庭是那种很幸福的氛围哦？在刚知道孩子发病那个2-3年真的是非常辛苦，曾经也到这个公园啊，我躲到一个角落也是在那边哭啊，那拿了电话就打给好朋友，边讲边哭。其实哭也没什么不好，其实是一种发泄。为什么只有女人可以哭，男人就不能哭呢？对，都可以，都可以哭。就是哭一哭，眼泪擦一擦，继续往前走，我觉得才是重要的。所以就是你刚刚讲的，随时舒压，然后不管是怎么样，哭一哭也好，也可以继续往前走。那么往前走就有希望。对，是。那妈妈呢？妈妈在家里。在家了哈，我们回家。好，我们回家。对，他妈妈在家了。好，回家。好，走走。OK， 好，走，可以吗？Hello， 乌妈。嗨，是，你好。哇，无障碍空间呢？哇，好多的荣耀哎。小孩都很认真啊。对，小孩不止小孩，还有你哎，爱心妈妈。鲁夫是谁呀？是《航海王》的一个动漫角色。哦，是，所以一诺喜欢嘛，哈。对，他很喜欢。是，那以心呢？以心在里面，我去带他。好。慢一点哦，好，慢一点哦，很棒哦。来，我们慢慢走，好，慢慢走，很棒哦。对呀，很棒，很棒，慢慢的哈，慢慢。脚先踩上去，脚先踩，好，来往后。亲，我是阿丽妈妈。阿丽老师好。老师也可以，妈妈也可以。阿丽，
妈，妈妈是，我这个电吃饱了吗？没，妈，有，帮他先抽一下痰，这是每天早上起来要做的。大概一整天，他如果这边我就会帮他抽痰，因为怕被口水呛到。很像洗牙，真的有。对对对，那就比较舒服。我要拿出来吗？要，要拿出来。拿出来，一次就好了，还是？对，一次就可以，这样他比较不会呛到。OK。他好像有一点那个声音的时候，就是他通常是没办法。听到声音那已经太慢，我都是看他的嘴型，感觉他好像很饱满。那这个你很可爱耶，你还示范呢。哎呀，默契就是说不一定要语言，可能是看他的表情。对，像他的现在的心情就很快乐，他觉得妈妈有喂我吃东西，他的眼睛。感觉那个就很快乐啊！对，我感觉他的眼角都往上。对，所以你跟爸爸就是分工合作，你全心全意照顾以心。对，爸爸全心全意照顾以诺。对，爸爸是去年才从职场退下来，因为我跟他说，弟弟是男生嘛，如果都是我在带，我怕弟弟太柔性，这样不好。是，他应该有点男生的阳刚气。是，所以我就请爸爸尽量来陪他。以心，你记得你的生日会，你唱了一首歌，那首歌叫做《云上太阳》。我们两个一起唱给阿丽老师听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，主因为你我而预备。吴妈，你因为想要照顾以心，所以你陪读哦。但是后来好像你们现在是同学，是研究所的同学哦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起参加推甄，我是正取一，然后以心是被取一，是都是第一。对，然后我就跟以心大学的教授讨论这件事，他说如果确定以心是被取一，那其实你放弃以心就可以进入了。然后来想一想也对，其实好像我去考会比他去考更轻松一点。因为他在准备一次更辛苦。是，所以我就又参加第二次的准备考试，这样。对，我第二次还是第一名考进去。那以心，妈妈从陪读啊，像个小跟班的啦，像个小助理，现在变成你的同学。妈妈是你的同学。老师好，各位同学好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以心，好好上课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好，谢谢。OK， 好。那瑜伽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，瑜伽就是透过你把你的心智专注在某一个动作上面，或某一个，你说啊，你佛教也是一样，佛教就说，那你就专心数息嘛，你就在开始打坐，你就开始呼吸。当他呼吸不再呼吸，就是你在跟数七七四九下的时候。吴妈，一路上走来可以遇见的就是姐姐跟弟弟呢，他们的身体是越来越衰退，对，退化。曾经呢，你自己呢也在手术台上，膝盖开刀嘛，但是在中部，他们女儿在北部，那在加护病房，当时的心情还有
你是如何走过来？我们在圣经上有句话说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。其实对于我自己在手术的时候，然后孩子又在加护病房，然后我就一直等医生回报我孩子的状况，所以我心里就一直祷告，希望孩子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希望可以再看到他。对啊，我们都知道孩子的生命可能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般人这么长，你有做好心理准备吗？我自己一直在练习，然后也在揣摩。嗯，可是我很怕我准备不够，所以我才加入台大的小儿的安宁照护，因为我希望我也可以去陪伴更多的在临终的孩子，然后我自己有些经历这样的生命的一个顶点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去看待生命的尊荣，然后我能够放手的，也能够让自己能够很独立的走下去。尤其是如果孩子必须要离开我们的时候，其实不舍得不愿放手的其实是父母亲，因为在我们宗教观念里面来讲，有出生就往生。对，如果在往生的那一刹那，想要跟孩子说什么？我想我还是会跟孩子说，真的孩子你够努力了，妈妈真的以你为荣，然后我觉得我们要一个盼望，我们一定会再相见的。我觉得这是给孩子一个很大的力量，那也知道我们终究会在天堂相见。嗯，尤其是早上看到爸爸带着弟弟，看到你带着姐姐，他一路走来真的是有够辛苦的。我觉得你们要多找点时间呢，就是两个休息一下，然后两个彼此互相疼爱一下。所以呢，就是茶无时无处不在，所以可以借由呢，一小段的时间呢，然后再泡一杯茶。那你请吴爸爸喝个茶，谈谈心。待会儿我们回家呢，我教你来泡一杯疼惜自己还有先生的茶。那我们就回家泡茶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去泡茶。好。我知道你喜欢茉莉花，我刚刚在阳台呢有看到你种的茉莉花哦。那么这个季节我们就来泡茉莉花蜜茶好吗？好。嗯，大壶呢，这个容量呢大概可以用三包的绿茶轻轻的放进来，然后避免它掉下去。我们可以在把手的地方呢稍微轻轻的绕一圈。然后你喜欢的干燥茉莉花。对，大约是滚开的水哈。大壶的话呢，我们浸泡的时间大约是3到5分钟。好，请喝茶，加柠檬蜜，蜂蜜加进去搅拌一下之后，最后再放下我们的柠檬片。这个时候放松一下，然后让先生觉得你有感恩他、谢恩的感觉。也让先生知道说，通过一杯茶其实可以有一种祷告祈祷的力量，就是我们讲的凡事呢从感恩开始。谢谢莉玲，我来到你家其实今天我上了一课。感恩你，走下去才有惊喜。是，然后处处都是惊喜。哇，滋味真的很不一样。喝个茶，给你上面给记。结婚周年日，结婚几年啊？32年。32年，你跟谁结婚32年？我才嫁给你30年，你就跟我结婚32年？哎，别别嘞。知道你有几次想绕跑？我知道，我只想绕跑出国而已啊。你有几次想绕跑？可是这次你有让我去花莲3天，我就很高兴啊。
我下一个计划是要去五天。以诺其实他睡得好，精神就好，对啊，可是真的睡不好就很辛苦。其实我那时候开车啊，晚上带他出去，真的很冷很冷。然后有时候这样子，台北市这样逛了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真的逛到不想要去哪里。然后又看他很痛，那个真的很难过，所以才会想说，开开开开开，真的很想往那个整个大溪河把它开下去，真的很辛苦哎。你可以回想啊，那时候他都不好睡。那时候是什么熬过来的、啊？真的很辛苦哎。我那时候，尤其晚上又那么冷，半夜还起来来巴桑，他说要洗澡、那时候一天可以睡两三个小时就很感恩。爸爸没有落跑，小孩就有希望。所以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从此以后你不是在走巫警会的路线了，你现在是勇敢的巫爸爸。爸爸是不一样的生命线。妈妈，你觉得恩典之路这条歌怎么样？这是一条非常美好的路，是吗？不美好，因为美好了，蛮累的啦，蛮辛苦的啦。可是我们有上帝的爱同在，有这么多人来帮助我们，有以心以诺不放弃的心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要继续走前面的恩典之路。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对呀、我好像都不记得我有辛苦，我只记得我每天就是要一直往前走，每天就是想说我要把工作做好，我要把妈妈的角色做好，我要把太太的角色做好，我都没有时间去想我多辛苦的事，我只有想我要活下去，活下去才有希望，走下去才有惊喜呀、对呀、凡事盼望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祷告。因为爱我，这是安全之路。你爱，你走，因为你紧抓住。因为爱我，这是安全之路。有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我们都不害怕，对不对？可以走未来的任何的高山或低谷，对不对？赞，有你们太好了。